真该把他签到万剐了。陆书记还批评我，他让我写检查。不给他写，就大金牙那种人，怎么对他都不过分，写什么检查？不写。干娘，你别说气话了，陆书记考虑的是全局的工作。你倒是想得开。不过这回也好，到底是把你的身世弄清楚了，终于搞明白，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 我就说嘛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看怎么都不像。我也觉得那个凤娇不像锁头的娘。我早就说过，她肯定不是我娘。你说这事还真怪了。24年前那天晚上，同时生下三个孩子，后院又着了一场大火，从那以后啊，我就老觉得有啥事情不对头。你呢？你说大金牙和金枝不是你的亲爹娘？ 现在证明了，他还真不是。锁头呢，又说凤娇不是他娘。我呢，别人都说元宝不像我儿子，开始我还不爱听，可我越品越觉着，这孩子还真不像我儿子。我就不信我生个儿子，他能这么没仁义，这么胡作非为，真是不像。干娘。 你生元宝那天晚上，你脑子是清醒的吗？我清醒啊。那你还记不住元宝是不是你生的？记得，元宝就是我生的。那怎么还说？我自己是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我儿子，是我生的。可他长大以后，别人都说他不像我。不光是长相不像，主要是品行方面不像。 可你说他再不像，我也不能找出什么线头证明他不是我儿子。真是怪。这事儿我也问过我爹，我说我是我那个亲娘生的，我爹一口咬定说就是那个娘生的。你说我爹的话，我能不信吗？可是你这信了又有什么用？你们也都知道，他像我亲娘吗？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不清楚啊，真是说不清楚。 请进。有，都在呢。乔局长，干得不错啊！嘿嘿嘿，咱们这个第一把火就算见着了。这陆子峰要观你的禁闭。 保虎子都不让，这对咱们很有利啊！啊，上峰指示我们，一定要把保虎子这股子土匪力量改编成我们的人马。这件事关键的关键在橘子身上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橘子要是跟保虎子和好了，保虎子心里就踏实了，就容易在共产党这扎下根儿。 要是橘子不搭理保虎子，保虎子心一凉，咱们再给他煽风点火，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。那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，不能让俩人好啊。是啊，嗯，姓陆的已经答应了啊，他帮助保虎子来说服橘子。不是说姓陆的喜欢橘子吗？他舍得把自个儿心爱的女人往别人怀里推吗？嗯，共产党的干部你不知道。 他们要是为了那个，哦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他们叫革命。你想啊，他命都能舍出去，何况男女这一点私情呢？所以啊，我他妈一见共产党我就害怕，我就感觉他们这帮人不可战胜，屁不可战胜，啊！等国军的正规部队一过来，灭他们如秋风扫落叶，知道吗？姐夫，这个事儿还得你想办法。 一定要破坏保虎子跟橘子的感情，不能让他们走近。是啊，有什么具体办法呀？来，你把金枝献出。这不好吧？这有点过火吧？
你不是说共产党人什么都能舍得吗？啊，咱们也得跟他学啊。这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吧？这是我娘家杏树上结的大杏梅，可甜了，你尝尝。哟，这大杏梅以前我吃过啊，也就你们家乡那点产。是啊，挺怪的，别的地方也栽不活。乔局长，我听说宝虎子又撒野了。可不是嘛，那家伙又喊又蹦的，都是当土匪当的。他年轻时候不是这种人。我看啊，他心里这点敌火就在你身上呢。在我身上？你得承认啊，宝虎子这次下山来，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咱们共产党的力量壮大了，将来的天下肯定是人民的天下，所以他想要归顺。可这另一方面呢，就该在你身上。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年龄也不小了，苦等苦熬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该有个家，夫妻恩爱，好好过日子。是啊，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。你们两个人谈过了？谈过了。队长啊，我得谢谢你啊，我得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！今天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可能这个小命就交代。他们敢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，你是我手底下的人，记住了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叫他们试试。就是，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队长啊，不是我多嘴啊，你还真得小心着点儿。我小心啥呀？我怕那个姓陆的公报私仇，找你的别扭啊。那个姓陆的跟朱队长有什么私仇啊？你知道什么呀？那仇大了。那个姓陆的爱上橘子了。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件事儿我早听说了。哎。不过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，您瞎说什么呢？你是啊，好几年前的事儿了，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。咱们队长回镇上了，那橘子是队长的女人呢、啊，啊，队长跟橘子一和好，那姓陆的心里能舒服吗？他不舒服，那就快出事儿了。啊，来喝。哎呦。这为一个女人至于吗？天下也不光就一个橘子，这好女人多的是，像我们朱队长这样的爷们儿，找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可你不知道啊，咱们队长跟橘子那感情深呢、啊。嗯。哎呦，这感情深，这感情深不是相处过来的呀？朱队长，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？这男女生下来谁认识谁呀、啊？这不是处着处着感情就深了吗？我这话没错吧？嗯，没错，男女之间就得处，是吧？来，朱队长，为了这句话，咱们连干三杯。三杯啊？嗯，你有这么大酒量啊？啊？那得看跟谁了。像朱队长这样的爷们儿，别说是三杯了，就是六杯我都陪。来，瞧瞧。你瞧我媳妇爽快娘们啊。嗯，橘子，我现在想知道的是，你对宝虎子到底还有没有感情？你到底是打内心里讨厌他、拒绝他，还是在跟他怄气？你要说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也不是。毕竟我等过他20多年，这么多年里，我等啊盼啊，终于等到了团聚的这一天。虽说他现在变了，可他毕竟是我等过的人，盼过的人。这么说，感情还是有的。那就是说，你和宝虎子完全还有可能走到一起。说不清楚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刚才说你们还有感情，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？这怎么解释？
不好解释。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宝虎子了，而我呢，也不是原来的橘子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再也不想跟宝虎子走到一起了？这样的话，事情就有点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啊？朱队长，这自古美女爱英雄，像你这样的爷们儿，那就是英雄啊！得有多少美女爱着你呀、啊？是不是数都数不过来？哪有啊！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爱我，那就是橘子。我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宝虎子活到今天为止，我只碰过一个女人，就是橘子。可是我跟她说了以后，她不相信我呀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来，朱队长，喝酒。队长，这个橘子现在还爱你吗？现在不爱了。现在爱那个这陆子峰吗？姓陆的。他爱那个姓陆的，就让他爱去吧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没什么了不起。就是，这天下美女多的是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多的是。哎，陆队长，我来，来，我来。嗯，你来。啊，那你们喝，我上茅房。啊。你慢点啊，队长。啊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药我下里头了，成败就看你了啊！你可千万不能坏我的事儿，你要是坏了我事儿，我就整死你！你听见没有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告诉你，我把你豁出去了，也是为了咱俩将来过好日子呀。听着，嘘。哎呀，队长，来呀，来喝。这还得尽兴啊！啊，来，给队长倒酒，倒好酒啊，也不舍得给喝。哎，倒呀，你舍不得？这倒酒啊，是酒好也不能得倒啊。没道理，你能舍不得这队长来了？队长，这多喝几杯。嗯，哎，来，朱哥，嗯，队长，这酒怎么样？好喝吧？这我存了多少年了，多少人来我都不舍往出拿呀。队长来了，那必须得喝呀。好喝吗？你上头。嗨，那你这。你还没喝好，喝上头再给点个大。朱队长，嗯，你要是喜欢，你就多喝点，别客气啊。嗯，来，朱队长，你。朱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娜姐啊，你老婆手长得挺好，你看这手长得细长细长的，是吧？这看女人呢，她不仅仅要看腰条子、脸蛋儿，剩下的就看手了。你看这手，她这摸着这软和，跟面团子似的。我老婆手嫩，白嫩白嫩的啊！这么长时间还真没人夸过我呢，你这夸的我心是扑通扑通的直跳啊！真的呀、啊？来，太老婆趁着心跳，看再跟队长喝。嗯，好啊，好酒，哎呀，真好酒，好酒，好酒。哎呀，那什么。我还有点事儿啊，你陪队长，你们先喝上，我很快就回来啊，哎，陪好，喝好，哎，好，啊，
哎，金枝，我今天发现你是个大美女啊，真是大美女。你说你一辈子跟着大锦阳这个王八蛋，你冤不冤？冤不冤？你看你叫我怎么说，我都冤死了。你看你这小手，哎呀，这软和，真软和，这面团也没这小手软和。你看，你是真的喜欢我的手啊？喜欢，真喜欢呀。那你还喜欢哪儿？我还喜欢脸蛋儿。这小脸蛋长的，你说我这心要是不发酥，我还是个爷们儿吗？他拿你这个事儿跟陆书记叫板，你也知道他疑心重，这些年以来他一直都怀疑你跟陆书记有什么事儿，可他现在已经弄明白了，你跟陆书记是清白的，可现在他要把水搅浑，非要把你对他的这份冷淡归罪到陆书记身上，他的那些手下呀，又是煽风又是点火的，对咱们现在的工作很是不利。他有什么不满对我使啊？凭啥找人家陆书记麻烦？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心里头拐弯抹角的，打鸟的事儿非得说成打枣，他就是喜欢讲歪理儿。那陆书记对这件事有什么态度？陆书记很无奈，让我来找你谈谈，看看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。是他让你来找我谈的？橘子，你别误会，不是陆书记为了工作非得让你回到宝虎子那边去，而是现在事情很复杂，不管怎么说这事都牵连到陆书记了，所以他没办法自己来找你。如果我回到宝虎子身边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会变得顺利？不是不是，橘子，你理解错了，我们绝对没有非要让你回到宝虎子身边的意思。可是你们遇到了麻烦，特别是陆书记遇到了麻烦，这么多年我跟你们接触，我也不是看不出来，为了革命事业你们连命都能豁出去，我现在也要向你们学习，为了革命，为了事业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，不是不死人吗？你回去跟陆书记说，我回到宝虎子身边去，这不难。哎，橘子，橘子，你干什么去？你真喜欢我呀？你看我像是装的吗？大金牙让你这么干的吧？是，是他让我干的。可是，可是我愿意。为什么愿意啊？像大金牙这样的男人，是人都恶心。你说我能不恶心他吗？再说了，这些年来，他不是在外面嫖，就是在外面找相好的，他睡过多少女人啊？他对我碰都不碰一下。看来你们女人呢，都有一肚子苦水。你是个好女人，胡子，你不会睡完我一回就不理我了吧？不能，哪能呢？我会再来找你的。真的？你说话算数？算数。要不是遇上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这男人有这么好。队长，我回来了。等会儿。是不是你没说清楚，让橘子误解了？误解他倒是没有，他是觉得为了革命事业，他应该牺牲掉自己的利益。他说
看到咱们那么多同志为了革命连流血牺牲都不怕，他这点事儿算什么？可这不是小事儿啊，这可是一辈子呀。关键就看包胡子了，如果他真的能够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做一个好男人，橘子还是能够接受他的，毕竟他们二十多年的感情了。这个包胡子，别再让橘子失望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刘家堡发现了反动标语，我马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这茶味道怎么样啊？你们家的茶味道怎么样？还用问我吗？我们家的茶我都喝惯了，品不出什么味道了。是不是像白开水啊？看你说的，怎么说也是茶呀，你这你太去去去去，再给我们烧一壶水啊。队长啊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不错，有味道。队长满意就好，满意就好。哎呀，队长啊，嗯，有个人想见你，你见不见呢？谁呀？见着你就知道了。接着吧。爹，儿子，爹，爹，我又见着你了，爹。你这么多年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你是啊，爹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呀。爹，知道爹这么多年多挂念你。快快起来，儿子，快坐下说，坐下。来来来，坐下。陆书记，这是今天早上发现的。对，这个村的民兵连长向我报告的，说是早上放羊的老七头发现的，那个时候天才刚亮。那就是说，是昨天晚上写的。是，村里还有几处，写在纸上，贴在了各家各户的墙头和大门上，意思和这个差不多，都是国民党军队要打过来了。刘家堡子是我们土改工作的典型村，敌人选在这儿做反共宣传。也确实是用心了。朱队，朱队，朱局长，怎么了？村口所里有不少人在闹事。走，看看去。活着就好啊！活着好，活着就好啊！你说话呀，别太难过了，这不见着你爹了吗？啊，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，元宝？我爹。说来话长，我那什么，你们喝着茶唠着嗑啊，父子俩好好唠一唠。我呢，去喝点白开水啊。哎，爹，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从你那儿跑了吗？我就是害怕你怪罪我给日本人当翻译。爹不怪你，那是日本人让你干的。你不干能行吗？再说了，别人他也没这个本事啊。爹不怪你啊。爹，我当初我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怕你生气呀。趁你们去劫运粮车的时候，我就跑了。我先跑到了奉天，又从奉天坐火车去了兰州。兰州投奔了我一个在日本上学的同学，靠着他的推荐，我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了特务连的连长。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我已经晋升为团长了，爹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混得不错呀。好好，来喝点水。那你现在咋又回来了呢？爹，我是被派回来的。派回来？谁派你回来的？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。乡亲们，这土地和房子本来就是咱穷人的，咱为啥不要啊？我跟大家说，肯定是坏人造谣，别信。大家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大家先不要吵，陆书记来了啊！刘村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陆书记，你可来了！这乡亲们不知道听谁的谣传，说国民党要回来了，把土改时分的房子地都退了，说啥都不要了。不要了，我们不能要，我们也不敢要啊！要的事儿谁敢要啊？真不要了！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，好不好？这国民党有这么厉害吗？爹，儿子能骗你吗？啊？你知道国民党的后台是谁吗？谁啊？美国人，日本人厉害吧？啊，在太平洋上偷袭了美国人，美国人急了，回手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。啥东西？原子弹。原子弹？那啥东西啊？原子弹就是威力特别大的炮弹，明白吗？哦，那我明白了。就扔下去一颗，这么跟你说吧，爹，方圆百里，树、房子、人，全烧焦了。这么厉害啊！日本人当时就傻眼了，全投降了。爹，你说有美国人的支持，国军消灭共产党的部队，那不就是小小的咸菜一碟吗？啊？那国民党有多少人马呀？我说出来肯定吓你一跳，光是正规军就有400万，再加上地方的部队，加起来总共800多万呢。800多万，而且全是美式装备，天上的飞机，地上的大炮，海里的军舰，哎，还有坦克、卡宾枪、机枪、火焰喷射筒，这都是装备到每一个班的。你说有美国人的支持啊，就凭他共产党在各地调那几个土八路，他能是国军的对手吗？啊，爹，我告诉你吧，将来中国绝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天下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的天下。你说咱们要加入了国民党，那将来的前途不就是无量的吗？爹，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呀，国民党这么厉害。什么叫谣言？就是背后胡咧咧，就像那阴沟里刮出来的风啊。咱举个例子，你们家要盖房了，你们家要娶媳妇了，用得着偷偷摸摸吗？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，不需要背着别人啊。可为什么这件事儿没人敢大街上公开讲，也没人公开宣传啊，只敢在背后偷偷的刮阴风？为什么？他心虚，他说假话能不心虚吗？说国民党军队要打回来了，有可能打仗吗？保不齐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就得干一仗。但说国民党以后会得天下，这绝不可能。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，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？代表穷人老百姓的利益。那国民党呢？代表是有钱人的利益。那你们大家说说，咱们中国是劳苦大众人多，还是有钱人多？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真理啊。共产党是得民心的，所以以后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领导的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天下。爹，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懂不懂？
懂了。真懂了吗？懂一半，那还有一半不太懂。哪儿不明白？不是爹，儿子说的话你信不信吗？爹不信别人的话，我还能不信我自己儿子的话吗？啊，元宝，我跟你说，别说你现在走的路还算正，就算你走了歪路，就算你干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爹都不能怪罪你，爹还得护着你。为什么？爹这辈子欠你欠的太多了，爹从小把你扔下来，管都没管过你啊。二十来岁的时候不觉得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爹这心里有愧啊，爹对不住你。元宝，哎，放心，只要有爹在，谁都不敢动你。你说，你爹连亲儿子都保护不了，那还是个爷们儿啊？是不是？爹，行了，你说了半天，爹听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说咋干，咱就咋干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就是这意思，爹，爹，你真是我亲爹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今天你们父子重逢，咱们得喝点酒庆贺庆贺呀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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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金枝弄俩菜啊，咱喝着。来，来，别动，先干了啊。我找你们朱队长。宝虎子，宝虎子，哎，嫂子，赵队长啊。啊，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你搁屋里等会儿，他一会儿能回来，估计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啊，走你屋里坐会儿。不用分析了，一定是有国民党头潜入这个地区，当地的土匪和反动财主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来蛊惑人心。嗯，那我们得提高警惕，加强防范，小心他们再搞新的阴谋啊。刘村长，哎，让你村的民兵啊加强巡逻，尤其要严防敌人在水井里投毒和屠杀大牲口。咱们县交的门家堡子有一个坏人投毒，一下毒死了20多个人，这种悲剧不能再让它发生了。你放心吧，陆书记，我们一定组织民兵加强警戒，加强巡逻，有情况及时向区委汇报。好，锁头，抓紧调查，一定要把潜入这个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找出来。是。对了，陆书记，上次我干娘说好像在街上看见贺元宝了，尽快把这事儿搞清楚。送情郎那个送到大门以北，一出门我就碰上了王八。哎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来了啊！一定要盯住了。是。周部长，我刚才跳进他们家后院，在后庄停了半天，屋里好像只有何无能和钱霞子两个人在说话。再没其他人了，他们都说什么了？我听他们说了半天关于粮站的话，说有朝一日还要从共产党的手里夺回去。还说什么了？还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到现在怎么不回来吃饭？这小子说的是谁？啊，元宝。告诉其他同志，一定要精神点啊！一旦发现何元宝，马上给我抓起来。
我问你半天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怎么不说啊？我一直在等你。我去哪儿了？得向你报告啊。你现在不是土匪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不是一直说我是土匪吗？我就是土匪了，怎么地了？你能不能改一改啊？你现在是区中队的中队长，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纪律的。你一个中队长出去一下午，你得让人知道你到哪里去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，要不然万一有紧急任务，找你都找不着，多耽误事儿啊！哦，我算是弄明白了。啊，一说到咱俩的事儿，你就说我是土匪，地地道道的土匪，把你心伤了，让你心冷了，是吧？这你一来到我这办公室看我不在了，又说我是中队长了，说任务下来我耽误事儿了，这咋说都是我没理啊，啊？哎，你说你这一个这家庭妇女对吧？这让共产党调教的这么有脑子了，找我啥事儿啊？你说呢？你找我，我上哪知道你找我啥事儿去？哎，对，我问你啊，这元宝走这么多年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他呀？想不想他？想，我当然想，可我越想越恨。恨他干啥呢？我恨他干混蛋事儿，我恨他当年给日本人当翻译，我更恨他杀了镇上的乡亲。子不教，父之过呀。你别恨他了，恨我，啊！当年是我把你们母子俩扔下，就再也没管过他呀。他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，学好学坏那是天意，是吧？今天有几个穷棒子，本来要打算退房契和地契的，结果被那个姓陆的一鼓捣，又缩回去了。咱们今天晚上就杀几个农会的骨干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我刚刚接到电报，说国军马上就要开过来了，在国军来之前，咱们得干出点事儿来，好给上峰一个交代。不就是杀人吗？没问题，人我都准备好了。走，走。你怎么突然提起元宝了？是不是他回来了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真没有。他咋可能回来呢？你，橘子，我是看到你了，就想起咱儿子。我这天天做梦啊，我就梦到咱们一家三口啊，在一块儿好好的过日子，过得天天美美的，可带劲了。我这梦到现在都没有实现。恐怕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了。是啊，你不肯回来，我怎么实现呀？实现不了吗？不是我不肯回来，是元宝罪大恶极。就算他回来了，人民政府也不会饶过他的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让他们试试，谁敢动他，我他妈跟他拼了！你又给我来土匪这套是不是？不是你找我干啥呀？你这说了半天都没跟我说，你找我干啥？我找你还能有啥事儿啊？商量咱俩的事儿呗。咱俩的事儿？陆书记叫你来的吧？你怎么什么事都要提人家陆书记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咱俩的事跟人家没关系。那不对呀，你看你昨天晚上对我那态度，那要不是他叫你来的。你能来吗？你有完没完？你
你再提陆书记，我永远不理你。橘子，你别发火呀、啊！你有话慢慢说。你这现在火气一天比一天大，你慢慢说。朱部长，有什么事儿？贺元宝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，可能又去搞破坏了。赶快通知同志们，马上动车。你跟我到刘家铺子去一趟。不行，马上通知陆书记，报告我们的行动。是，去。这么说你回心转意了，想跟我和好了？你看你真的假的呀，你这一冷一热的都把我整迷糊了。橘子，你不能发火啊，我还想问一句，是陆子峰叫你来的吗？不，你别发火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是我跟陆子峰说好了，说要是你不搭理我呢，他就出面帮我做工作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就想问问，是不是陆子峰出面做的工作呀？不是他，是乔局长。